姐在看什么？我在看那个，因为现在不是很流行小费包吗？小费包。对呀、啊，我觉得小费很适合一个小费包，好可爱。对啊，然后就让他们挂在书包上，比如出去玩，他们也可以在里面，我可以放一些零钱。啊，每一个都有，每一个都有，超可爱的，太可爱了。我们家是这个叮当袋，就这两个，这个很可爱，很可爱。说那个嘛，就是这个啊，就他做那个机点，然后敲了会有声音的、啊，对啊。这个小的也会有吗？有，它这也是可以动的、啊，就声音会比较小。就做响板的。对，有点像那种鼠来宝。哎，好可爱哦。对啊，因为车站外面有一个大的啊。对，也蛮开始是用那个农夫用来打鸟的，然后就是慢慢演化成乐器。它这个就这个饼干是以龙马的靴子。做一个主题耶，哎呦，这主题叫，这就是啊，那个我有朋友他们就是都买一罐这个，然后如果你煮那个火锅，你只要放一片海带，然后放一些煎鱼，然后再加一勺这个，它整个汤头就会变得不一样，真的，对，这个好，这个小鱼干，丰富的钙质，然后跟大家想要吃那个布丁，我想要买一盒，然后大家一人一口这样。丰富的钙质才不是重点，但是重点就是下酒。鸡皮，对，而且是柚子味的。它这边不是盛产柚子，没有鸡皮，这不会鸡皮，高脂柚子的鸡皮，真的假的炸鸡皮耶？这好像真的蛮酷的，真的很好吃。我认真以为鸡皮只有我们咸酥鸡摊呢，所以日本人也吃哦。鸡皮皮，你落伍，鸡皮皮刚有名超久，不信问豆哥。豆哥，鸡皮跟猪皮谁比较有名？当然鸡皮啊！你想什么啊？那鸡皮跟包、啊？高知限定的柴鱼风味洋芋片，只有这边才有。你是有做功课啊？没有，我刚刚看到。对啊，你知道这些啊？对啊，你很会挑那种限定，会不会？这就是你会想吃、啊。没有，没有办法接受。哎、欸，只有这边才有高知限定。这个是有做功课的买法，就是无脑乱买。买。好，我们已经差不多，因为现在已经八点半，然后明天我们早上是8:20的通告，所以我们现在回房间开始录开箱。这个呢，他说他是高知县这边的乳业，就是这边的畜牧场牛乳使用，而且是100%的冰。好吃，我今天早上最期待到现在。听说在饭店才有的。真的吗？对啊，我们这边弄的很好。哦，它是那种。最终里面哇哇你看哇好慢哦、喔喔、很香哎、欸、对啊哇嗯我想第一口给你吃哇好疗愈的画面哇、哦、好绵密、喔欸、好好吃哦、喔、牛奶口味、欸、牛奶是牛奶的你这次都好好吃感觉快要飙泪了、哦、真的好吃哎、欸。哦怎么样？好味，我也要喂我，喂我，在场所有的人都一定要吃一口，好好吃哦，这个尝一下，它是我人生吃到目前为止最好吃的牛奶冰，真的假的？太扯了吧！它奶味超夸张的，我跟你讲，超好吃哦，它是完全没有一点点砂糖的甜，它全部都是乳糖的甜，对不对？这哪里买的？楼下，我觉得每个人都吃一口，哎。你咬一口，这多少钱？吓坏，300这很好吃哎、欸，真的蛋卷冰淇淋，对，后劲很香，比较薄的碎冰，很赞，真的要搞，真的很好吃，吃了菜就好吃，好浓哦，很浓啊，好吃，哦，你好强啊，你很会挑，我这个很好吃，天啊，你这太会选，你是不是还有一个选物的社团？对啊，你好，你这选的好棒哎！啊，我切入太硬了，好硬，我切太硬了。我们的选物社团是我们两个新写的，对啊，叫一级选物豆子。你看，你看，但是今天这样随便选都这么好吃，更何况是你们这样子选。哦，天哪！刚刚那个自入真的，柚子鸡皮，这个我刚才是听你讲，我吓到了。他是你那个柚子胡椒，你那个酱，是不是？月姐喜欢的那个酱做的，我觉得你会买10包回去哎。我觉得它这就是比较平易近人的，因为你今天买的酱好像就是比较还有加辣，是不是味道比较重？这个就是这个主要就是那个粉的那个香味，而且它有那个油花味，很多鸡皮的油花味它没有，它就是脆口的、爽口的，然后刚好。那是香的。柴鱼风味的那个洋芋片，高知限定哦。
怎么那么会选？而且他的洋芋片超大片，你给摄影师看，你看，哪个看？你看比那个眼镜还大的话啦！哎呦，哦，你好会选哦，好爽哦！哎，可是这个不咸呢，这很好吃哎，真是香哎。这个不咸，第一名可以帮我挂在后面。里面有双面酱、大力椒，哦，这个真的好吃。这个真的好吃，而且他说是半年才买到。布丁来了，布丁来了，布丁布丁耶！它会好吃吗？天哪，看起来哇！你喜欢吗？好爽！为什么？原来这个布丁的嘴巴就是直接消失一样。刚刚。它是不是有点像那种在抹果酱还是那种奶油的那种膏状的感觉？哦，好香哦！一推就化开，好好吃。哎，连外壳都闻到蛋香哎。刚刚那是高知产业的牛乳，可是这个是高知产业的鸡蛋，这样它的口味吃起来是我们那种在台北吃会有那个有很多那个呼吸孔的那种布丁，上面有焦糖，对啊，它上面有大人味的焦糖，它是超商的真布丁。它不是那种一般的统一布丁，它是那种真布丁，手就是里面有气的那种，感觉蛋打很多在里面的那一种。其实这个很酷，是它是常温的，哎，这个可以带回去，哎，真的，对对对对对对。那你还是选那个布丁，我觉得这款款是很好吃。怎样？高知连小鱼干都好吃，我真的不相信哦。你吃就不要跟我，还要跟我说你还要。不可以，哎，好好吃哦！等一下，好对，有味，有什么特别的味道吗？有梅子的感觉，嗯，好好吃哦，嗯，这个配角。那如果梅子，它就是比较实在，对，因为它有很多，你去买，它会变得很干很干，这感觉你是咬到中间还有一点肉的那种感觉，这有点像是现场直接那种小菜，有没有？炒出来，对，人上回去可以加工，再炒个花生。哇高知的第一个晚上，然后买的几乎都没再踩到的。哎，对，我们其实这边的东西是不是真的是品质很好啊？那他说投票，投票，你觉得最喜欢的是什么？你先选。我是这个跟鸡皮在选，这个、那我来选它高一点。好，你呢？我觉得这个好吃。好，我选鸡皮。好，我选小鱼干。我们这样子算起来，我们的第一天开箱成功。太棒了，这里你们看，哇！这个地方呢有三大地方，算是一个复合式的，可以逛街的地方。没错，这边呢就是买欧米亚给的地方。对，如果你有不小心漏掉很多的东西没有买的话，对，不用急，不用害怕，因为这里集结了34个不同的乡镇所有的东西在这里。哦，弄不掉，所以你都可以买。这边好好的玄武，就是给我们这种观光客，没错，绕高的东西在这边一次勾起来。这里最适合什么时候来，你知道吗？嗯，最后一天你要上飞机之前。对对。所以我们就是行程安排的非常好，好不好？我们绝对不留遗憾。对，好，那就话不多说，直接买啊！就各自分开了，走上。我跟你讲，豆哥很厉害啊！豆哥探子已经去找了。对啊，对，他派一去找。看到全部都拿。你说这个，一这样就不用担心。你说这个嘛，对不对？法簪这个，综合的四合，这样多少钱啊？你是不是拿太多啊？我有家人要送啊。哦，不是只有我自己一个。哦，呀，哎，哦，这怎么这吸血鬼一样？没有，乱讲的，乱讲，不能这样讲。他刚刚有说有分区域，像这边全部都是柚子系列的。我刚刚也在考虑说，既然都来到了这高知这边，都是柚子，很厉害，是不是需要买一些这种组合包酱料嘞？你觉得妈妈会喜欢吗？这感觉可以啊，这个，而且它写马路村，马路村是对，我知道马路村好像是有名的。OK， 四个，噔噔。这个高知县马路村很有名的柚子出产的东西，然后这个就是这样小小的饼干，买回去送人也很好看，所以我决定买一盒这个。我们之前已经跟大家介绍过的海苔酱，啊，这网就是三个合在一起，
然后又便宜，送人又好看，就决定这样一组送人。这个我没有讲了，如果你把酱油放进去，然后泡久一点，它就变煎鱼酱油。刚他们还在想说要不要买这个，这个是一碗罐头。哎，这罐头好可爱哦！对啊，都是中国味的。哎，这个超漂亮。鸡的啦，鱼的啦，什么都有。很好哎、欸，这个哦，这个豆哥昨天有买，味道很重。很重的虾饼，但我觉得我爸妈，我妈他们应该是会不太习惯。这个柚子饼我倒是想买，因为就柚子有名嘛，这种柚子的巧克力应该也不错。天哪，它还有酒的部分在那边，我已经蠢蠢欲动。哇，我跟你讲，这边是因为林业很发达，所以这边的所有的双麒麟每一个都好吃。也建议大家都来试试看这边的双麒麟。觉得这个多可爱。棒棒糖，很精致。这个等于整个里面，它每个东西都是最新鲜的东西的状态。我觉得前面这样哦，如果来这边一个礼拜，根本就不要去逛那一波，前面那些就更不用逛，最后一天一起逛，这太爽了吧！而且重点是我刚好看过价钱，其实跟前面都一样，就是没有差。搞不好还便宜一点，真的。天哪，前面买的只能说他们是笨的。聪明的就都不要买，忍住看一看。嗯、难怪你前面都只买零食啊什么的吃一吃，然后都没有。我太常来日本了啦。是我以前来日本一年来过十二次。疫情前。一年来十二次，对。你买了什么？这是柠檬蛋糕。因为我们依依在。哦，那个好像也是可以哦。你看那个人，可是我们家对吧？没有，我刚才你讲，我送我妈、我阿姨有两个干妈。因为这都是柚子的、啊，这是柚子系列的那些酱啊，然后这是柚子的饼干啊，你跟我拿的是一样的，对啊，柚子的一定要啊，这个他们也说是他们这边好吃的在地的饼干，我看，对，我也很会吃，啊，我要口蜜，这是口蜜，然后玉米，这个好，然后我不要夹心的，对不对？好，那这个柚子，天哪！我居然在最后一天发疯了，大团购。好，就这样。豆哥，你挑什么？可以交给老婆吃。我一在啊，爸爸你买。你只是买现在想喝的，跟现在想吃的。对啊。你真的是相当之霸气耶。没事、啊。那我跟你讲，我带你去找双麒麟好了啦。啊。你喜欢吃冰吗？在那里，在那里。那边有啊。对啊。你已经选好了。你已经选好了。你就是一个大爷嘛，什么都不用拿，你就买了一个这个，他什么都没买。有你在啊，你买这个就好啦，我已经买好结账了。是什么？再买了一瓶宇宙酒。买瓶干嘛？但是不一样，是因为这个宇宙酒好像更贵，而且它剩最后一瓶。更贵为什么买？因为它可能去更深的宇宙啊。哈哈哈哈哈！更深的，一个比一个准。你不觉得吗？好，买买买。你买什么？我要看你买好了。我买了一个宇宙，又买了一个宇宙酒啊。这边也有宇宙酒，就是同样那支吗？因为它是更深的宇宙。哇塞，你这边给我俏皮什么啊？哪里不一样？对，这个包装跟你们买的都不一样。我看，哇靠，哇靠。你看它的真的。哎，看碎，看碎，看碎。哦，你这好像是比较有星空感。是，它去更深的宇宙看得到。更深的宇宙。到底你是哪里来的自信，说这来自更深的宇宙？对啊。可以这么面不改色呢？反正我就买了，你们好啰嗦。好，赶快买。都把各个系列都买完了。我刚刚也是买这个耶。这个好像可以。因为这个是这个的。错啊。对啊。我就买了两个不一样的口味，买栗子跟。你已经结账完了。嗯。哇，你真的速度很快耶。买手耶。谁摇谁到，新功能独家优惠卡，让你吃到玩到买到 CP 值最高，还能整集重看挑名店好物哦！时尚玩家 APP， 赶快下载哦！